这边只要画一条线嘛，对不对？先画一条20嘛，然后呢，特别注意逆时针啊，这个一定是长弧还是短弧？一定是长的，所以要给多少？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定是逆时针，所以呢，如果画下面的是什么？起点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起点，然后这个上面刚好倒过来，逆时针方向，有没有？像我、哦、你可能多画几次你就熟了哈。就是这样逆时针方向 ,OK。那你如果抓得到诀窍的话，画这一题非常简单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抓到诀窍，你画很久都画不出来。20 Enter, 好，然后空白键结束掉。再来的话你就怎样绘制弧里面的起点终点半径，对不对？起点在这边绕一下好了，好，反正你就绕一下。终点在这边拉一下，看到弧出来，对不对？再输入多少负的这个多少40，对，下面那个是40，所以负40就是长弧 ，Enter 出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按右键重复一下这个指令，哦，那特别是要就绕降到嘛，对，所以起点换在这边，终点换到这边，反正你就手在那绕一下，拉一下，看到弧出来了，哦，有弧出来了 ，OK， 好，弧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输入负22 ，Enter 就出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你如果动作对的话，会很顺呐、啊。哈、哦，如果动作一点点不做正确，那你怎么画都画不出来。哈、哦、，OK， 那把这一条线 delete 掉，这个图就画出来了。OK， 好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，试试看好了，好。